小红总早，小红总早，小红总早，小红总。丽丽，给我冲杯咖啡。小红总你好。丽丽，丽丽呢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是哪个部门的？ 这位是您的新助理，我也是刚刚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就这样了。我是你的助理51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请多关照。我怎么不知道我招助理了？谁招的？啊？侯总。谁？侯志荣，侯总。 你哪有工作啊？你被开除了已经，收拾东西走吧。该怎么开走，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侯总，侯老板，什么事儿？你雇的？还满意吗？满意什么？对外说是助理，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给你雇的贴身保镖。 对外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，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24小时看着我。你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好吗？有人破门而入，有人要打击报复，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是我。谁要打击报复？你以为那个人没去5号码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 要不是他送我这儿拿了钱，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啊？侯总，你消息是真灵通啊！嗯，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自己说了算，请你不要插手好吗？我也告诉你，保护你的安全。 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，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。十一，带他出去吧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走？ 如果我失职，没有按合约保护好你，被开除，我才会走。那太麻烦了。这样啊，侯总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两倍，你赶紧保护别人去。不答应是吧？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。好的。 你好，咖啡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您的咖啡。嗯。哎，等一会儿。这是什么咖啡啊？啊？哦，换一杯手冲咖啡。好的，您的手冲咖啡。 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回来，你会不会称我手冲咖啡啊？这温度根本不够，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它本该有的香味儿。好的，马上帮你换一杯。您的咖啡还满意吗？凉了。帮你换杯热的，加热过吧。什么叫加热过了？微波炉打的吗？啊？ 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？你对这杯咖啡有最起码的尊重吗？我问你，啊？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？不喝了，一天的心情都整没了。你是那个
我当众呛的51吗？是我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你这性格不是挺火爆的吗？啊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啊？早上吃药了？突然懂得温柔贤惠了？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跟我笑什么？保持微笑。没事了。那有事您叫我，我先出去了。来，哎，把这个咖啡端走。好的。给我好的。其实吧，我对你们保镖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。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，就给我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7年保镖了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没了？没有了。糊弄谁呢？详细的自我介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？没谁，训练任务。啊，你们训练跳楼追一个柔弱男子，还揍一顿。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跟我直说没事。男朋友吧？哎呀，你就说嘛，都能理解。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需要相处，对吧？多沟通有助于我们以后日后好相处。做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高危职业啊？动不动就动手，动不动就挨揍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讲。马上找人，碰瓷儿是吧？碰瓷儿了，碰瓷儿了，你。那你遇上我算你太幸运了，我就不陪你怎么着，不陪你说谁碰你啊？哎，抓我领子是吧？是不是要给我动手？是不是动手？是不是要动手啊？行了，别动手，好好说。管闲事儿就行。行吧。不错啊，你啊，有两下子，厉害。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，对不住。什么哥们儿？哪几个哥们儿？刚才拐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辆天使救援队的车。你的资料里显示你是天使救援队的队员。哦，是吗？我有队友在那边，是吧？
没看见他们啊？刚才躺在地上那个穿着救援靴，另外打你那两个人，虎口有揽绳勒过的痕迹，你的虎口也有。而且，我能感觉到，他们不是想真的打你。还需要继续说下去吗？不用说了。我就是测试测试你，是不是会真的保护我，啊？结果还不错，这个功底还可以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帮我摆平啊？啊？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，有你们个人。我的工作是保护你，不是伤害别人。我就问一问。哎，前面那酒店靠边，我停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马上到家了，我要现在上，我憋不住了。